来看一下这边的边牧犬啊，这个边牧是小公，这里通的不是太好，感觉有点瘦，这有点尴尬期了，得有2个多月啊。我问问价格，这多少钱呢，大爷？1500。好家伙，这啥时候来还1500？这又不是三通大微波了，这玩意又没通，大爷，你还动，对不？对呀，1000，你看，1000还行。这个八个呢？8600。哟，我一摸，它竟然疙瘩。你摸完这玩意，你看，不是这玩意，个数，打针打的，这8600哈，小母狗，这8600还可以哈。这个8600一只，这个1000还凑合吧，还行。咋说呢？这是母的，这是公的哈。这个要是500块钱卖多也行，看它脸是一刀切的脸吗？八哥一定要看它的脸，算是一刀切的脸啊。小八哥脸上的褶子不太多啊，600块钱。这大爷比较老实啊，你看，老实巴交的哈。咱再看看这边的马犬，这家的马犬兴奋度特别高哈，他家的马犬。专业养马犬的哈，它的饲养能力特别强啊，运动量特别大的马犬。这马犬多少钱了？18张，小的15张。哟，10几张了，我大的18张，小的15张。我的个天嘞，这马犬我是第一次碰见那么贵的了。你看，跟他不一样啊，跟他不一样，血统的和他不一样。有血统证书吗？父母都在哈。哎呦，那也不便宜，马犬一般都是600-700，800-900，1000，是不是600-700的是不好，到家3天半都挂掉了，说的。你看看他缺货行吗？来遛一下来行吗？都说，他说他家里够好，咱看看他兴奋度，会动作了吧？那必须来，必须的。哦，让坐，会坐。哎，韩哥，1分钱1分货，对吧？1分钱1分货，对。来，握一下哦，这握一下。好狗说的。你老实点。哎，韩哥，1分钱1分货的会握手吗？啊，会握手吗？握手没会。来，哎，现在会坐、握，就这两个动作。坐、握，坐里。坐里。啊，里转圈儿。转圈还会转圈吗？啊。哎呀，还会转圈吗？啊，这要转圈。哈哈。哎呀，坐立。哎，韩哥。坐立哦。不能，你也知道这是1500的呗，是吧？对，还能少呗，这样的少没大一张，少也能少，但是少的不是太多哈。看看这个呢，你看这个呢，这个1800的，这1800的会做呗。来，你这来做。哎，我想这样这样不行，你不能用15，你这样做。老铁啊，不用15，谁上来那打打怪？我你现在你那15他都自己跟着你走了，你看了吗？不懂狗，谁的小狗不训练你的不先用15用去？现在不是都3个多月了，还用那样？坐下，你让他这样直接坐一个，坐。老铁，来坐。你别往给他吃的，看坐吧。没给他吃吧？啊。哎，坐的，来，哎，这是光想着吃了。坐。你既然让他坐下去吗？老狗。那定他呗，那定他两一那个10来秒也行。我给你当着，小狗训练起来必须用15训练。我知道。他任何人，咱就是说任何人训练，小狗不用15训练，他绝对训练不了。我这个我懂，但是呢，你偶尔的不能天天让他这样。你可不稳定了，你还用15吗？你现在让他坐，你小狗来握，握除非大狗，握。那除非大狗才说会握，他说的哈。行，咱不在这探讨经验了哈，
有喜欢的哈，咱来盘盘价格哈，关注一下吧，今天就到这里哈。